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半天然湖泊，犹如璀璨明珠镶嵌在台湾中心。潭面以拉鲁岛为界，东侧形如日轮，西侧状如月沟，故名日月潭。日月潭身旁围绕着的是水社大山、青龙山、猫兰山等重重山岳，如同护花使者一般在旁默默守护。因丰富水资源成为水力发电重镇，也是孕育自然生态天堂。来到日月潭，建议先走访象山游客中心。从空中鸟看，象山游客中心犹如双手环抱日月潭，与自然融合为一体的木纹清水模建筑特色，更是日月潭最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级地景。宽阔的跨距空间能够远眺日月潭，四周的水池与日月潭水面相连结，让视野景观无限延伸通透。正是这一片水景、草皮及木纹清水模墙面，建构出这简洁纯净的东方风味。沿着象山自行车步道步行约十分钟，可前往象山眺望平台，一座十米高、以少族的楚为意象作为设计概念的景观平台。站在悬臂式平台上，可享受被潭景环抱的270度宽阔视野美景。日月潭是全台湾罕见同时拥有水、陆、空、油气资源的旅游胜地，能用不同的视觉角度感受日月潭的美。环潭自行车步道获选为全球十大最美自行车道之一。单车环潭一周约30公里，临湖而建的自行车道可近距离地沉浸在日月潭的水漾之中。水上自行车道是环潭风景中最励志的一段车道，无论是骑车或是散步都十分惬意。搭船游湖是到日月潭旅游最悠闲的方式，从湖面看着四面环山的美景，享受日月潭的独特意境。若想更贴近日月潭，可以选择 SUP， 以身处水面的视野欣赏湖畔的美丽风光。晨曦向晚，或动或静，感受生命的波动。如果想来一趟空中旅程，就乘坐日月潭缆车的彩色车厢，体验悬挂在空中的微笑曲线。十分钟的旅程，日月潭缆车带你飞越微笑山谷，鸟瞰日月潭的湖光山色。同样可登高望远的是搭配玄奘寺而建的慈恩塔，塔高9层，是日月潭著名的地标建筑。顺着塔螺旋而上，可以到达海拔高度约1000公尺的塔顶。面对潭面上的拉鲁岛，可以发现慈恩塔位置正好与玄奘寺、玄光寺、拉鲁岛以及玉乐亭坐落在同一轴线上，形成一条幸福连线。相传在这条中轴线上许下幸福之愿，往往心想事成。站在慈恩塔远眺，
可以看到围绕日月潭的重重山岳，猫兰山是其中之一。猫兰山步道沿着红茶梯田蜿蜒而上，中间一段长约100公尺的席兰橄榄树步道，到了秋天便化身为浪漫的红叶步道。日月潭潭区有许多著名的宗教景点，位于日月潭北边的文武庙就是其中之一。一进到文武庙，就可看到广阔的庙城，其格局壮丽宏伟，是潭区内的指标庙宇。庙内依循古法建筑，各殿层次丰富。庙后方则有原石的雕刻艺术，雕工精细，近距离欣赏极具震撼力。另属西方宗教的耶稣堂，隐身于寒碧半岛山腰林木之间，教堂更是情侣拍摄婚纱的热门景点。从玄光码头的台阶步行而上，可抵达玄光寺，寺内侍奉玄奘大师。玄奘大师取经的事迹后来被改编成著名的《西游记》，来到这里更能体会当时玄奘大师千辛万苦的取经过程。而位在埔里的中台禅寺，结合中西建筑的元素，是台湾佛教信众的信仰中心之一。寺内的建筑、佛像、壁画、雕刻等都蕴含了丰富的艺术内涵。日月潭上著名的拉鲁岛，传说是少族最高祖灵的居处。岛上的茄冬树是少族子孙绵延不绝的象征。少族是日月潭地区最早的住民。少族的族名是源自少语 “fao” 而来，其本意原是人的意思。少族至今仍然维持严谨的祖灵信仰，传统祭祀主要分为播种祭、狩猎祭及祖灵祭。每年从农历八月，当族人在头人家中广场冲起石英时，便是少族传统新年的前奏。翻越山的另一头是另一原住民族布农族，因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，传统布农族以狩猎、山田烧垦为生。阳明国际的八部合音，独特而复杂的泛音半音阶合唱法，引起民族音乐学界极大的震撼。而同样位于信义乡的双龙瀑布，以及群山万壑的双龙河谷，景观非常壮阔。瀑布旁的七彩吊桥全长342公尺，跨越壮阔山谷，犹如山中的一道彩虹。日月潭周边的集集与车城，因木业及铁道观光而兴盛。长达4.5公里的樟树自然景观，绿荫蔽天，犹如隧道一般。阳光透射在树荫下的间隙，美丽如画。徜徉在微风凉爽的小路上，与集集火车并行。用单车的速度乘风漫游，更增添了许多浪漫诗意。
吉吉车站建于西元1922年，是全台现存极具特色的纯块木日式建筑车站体，也是来到吉吉观光的必游之地。来到吉吉支线的终点站车城，一走出车站就可以看见铁道文化园区。透过台铁日式旧宿舍的整建，营造出早期的铁道生活场景。车城车站一旁的木业展示馆，即是以当时的旧厂房重建，增进游客了解往昔的木业发展。车城主墓池也是以当年遗迹加以整建而成，浓浓的木业文化气息重现车城过往风华。目前主墓池周遭种植枫树、樟树、落羽松等植物，四周群山环绕，依山傍水，景致优美。同样位于车城的车城国小，透过活化再利用，现已成为铁道小学堂，内部设置了铁道搭乘实境影片体验区，让游客身临其境。位于吉吉旁的水里，有着著名的水里蛇窑，绿意盎然的环境，木造砖墙的建筑，在陶瓮、陶器的衬托下，展现出窑业的历史与质朴。在这里，游客可以体验陶艺文化的内涵，亲手捏出独属自己的陶艺作品。从日月潭往北走，可以来到埔里。埔里位处台湾的地理中心位置，在这里的地理中心碑是具有特殊纪念价值的景点。位于地理中心碑山顶的虎头山，海拔约600公尺，因气流稳定，是飞行伞休闲运动的圣地。在享受翱翔天空的乐趣时，可居高临下饱览埔里美景风光。位在埔里的淘米社区，在921大地震后遭受重创，社区居民集结了社区的力量，一同进行家园再造，打造出淘米生态村。在这里的山林和湿地有着丰富的生态，终年可以享受青蛙鸣唱的乐趣。生态村里有一座以纸管组成的独特教堂，具现代感的纸教堂将纸的柔软化为坚韧，并撑起整座教堂，更能够感受人们在灾难之后更显坚韧的生命力。日月潭的四季各有不同的美，不仅湖光山色风光旖旎，每年也有举办各种类型的系列活动与民众共襄盛举。二月樱花盛开之际，百花齐放，山林转变成一片桃红花海。在樱花林旁的水沙连欧洲花园，辽阔的欧洲宫廷花园风情，也是台湾许多偶像剧拍摄地。最适合夏日的活动之一就是赏萤，每年4到5月，日月潭的赏萤季都能让大朋友小朋友近距离观赏夏夜里的点点萤光。投射是著名的活盆地，特殊的泥炭土壤
站在上面可以明显感受地面晃动的感觉，又有漫波田之称。而五到六月投射盆地的金针花，放眼望去黄澄澄的花海，是适合全家大小出门旅游、网红网美打卡拍照的绝佳地点。埔里是国内主要百香果产区，大坪顶台地土质良好，适合百香果生长。大片的百香果果园成为另一种美景。一年一度的永渡日月潭活动是日月潭最具历史与规模的活动，每年都会吸引上万名游泳爱好者参加，场面盛况空前。日月潭环潭马拉松赛每年皆吸引成千跑者报名参加，结合如诗如画的环潭景色，让跑步也能成为一种观光。日月潭 Come Bike Day 自行车活动为台湾自行车节六大主轴活动之一，每年亦吸引许多单车爱好者参与。11月的天气渐凉，同心桥旁的落羽松由绿色转变成红色，在秋风吹拂下，红褐色的树叶随风飘逸，呈现浓厚的秋天气息。日月潭在每年的10到11月都有花火音乐会，结合不同的音乐表演团体来演出，让音乐与烟火在日月潭的自然风光下相互交织。得天独厚的日月潭拥有慢活的步调，令人屏息的四季绝色美景，丰富多元的生态环境，深厚的历史内涵与人文底蕴，是值得你一再探索、细细品味的人间仙境。